欧洲债务危机持续高涨的情况之下，告诉您昨天的金价非常吓人，连涨八天的情况之下，这两周以来美英两已经大涨了有100美元，而昨天晚上金价美英两最高突破了1580美元，飙到了1587.46美元，创下史上新高。银楼现在台湾银楼每台钱市金可能就要叫价新台币5700元了，真的是足贵耶。